们财富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卫星资产，一种是核心资产。卫星资产是指工作收入或投资赚到快钱的收入，核心资产是指房地产、保险产生现金流高品质的标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将卫星资产的财富挪移到核心资产里面。如何享受财富自由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钱够用就好。可以来参考我的书《照着做提前十年享受财富自由》里面。交大帮帮忙，要帮大家的忙，帮你找出成功者的自证之道。每周三上午7点到8点，敬请收听交大帮帮忙，要帮大家的忙。